次 F-16 的性能提升，且公司也获得落马认证11项特殊的制程，并授权23项 F-16 战机相关零组件的及线束的制造。对于国内航太产业及本公司而言，这都是非常大的肯定。因此，空军新购的 F-16 战机，立法院审查购机时，在特别预算条例也通过的附加条款，其透过工业合作计划增加国内产制的项目，以及建立相关的能量，并要求建立 F-16 机队为亚洲维修中心。因此，汉阳公司身为国内航太产业的龙头，将透过落马公司协助积极争取零件的制造、技术转移，最终希望尽速成立。